2063毕业音乐会正式开始，声叙事曲《形态钢琴》表演者金佑彦。这首曲子是我考试的曲子，这首曲的强弱大小声有很明显，又有很帅的弹法。我在练这首歌曲会用连续弹两次的方式来练习，早中晚都一定要练，希望大家为我鼓掌。形态钢琴，表演者黄慧伟。一开始接触钢琴是在小一的时候，小二停半年没上课，之后又继续在学了。挑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要准备考钢琴检定八级，这首是指定曲，所以我才挑选这首。准备的时间很短，但我还是想弹这首，因为很好听。Thank you.
经典老歌，乐曲一开始就用长音符来加上，慢音符的唱度逐次变得，让人听起来有变快的错觉。我们都觉得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，完全不输现在的歌曲。我们这一组的组合很特别，因为我们都是子弟队的团员，又恰好是同一个声部次中音，所以老师推荐我们吹卡农。我们以为很简单，后来开始练才知道难到想哭。我们会加。很受欢迎，网络上也很多人翻唱，几乎大家都有听过。
我们都在午休练习，回家也练习了很多次。我们觉得可以一起弹吉他，很开心。
留下一万年的约定。
形态唱跳。表演者林轩宇、林佑鹏、陈天宇、杨子毅、黄慧文、陈佑烨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支热带雨。我们希望借由这次活动来激起每个人的童年。选择这首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可以配合唱和跳，而且我们也想要治愈大家小时候所受到的伤害。不听瑜伽的音乐，可能有人没听过这首歌儿歌，但听了就知道祝大家毕业快乐。831的铁粉，我们大家一直通过，但最近疫情很不稳定，我们不断更改我们的表演位置和方式，真伤透脑筋，我们会加油的。Thank you.
听了节目，蛮愿意心态搞笑唱跳。表演者刘玉海、林弘毅、刘俊佑、伍佰、林俊杰、陈灿和，这首歌是娱乐搞笑的一种，所以我们送给全部六年级大家，没有压力的欣赏。主要选择的原因是因为歌词和动作都简单，另外这首歌也是最近蛮红的，顺便也可以复习一下英文。Yeah.
有一天，时间真的有终点，也要和你仔细回忆那个天，和你的感觉不会有一天，时间真的能倒退，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。也许会有一天，时间真的有终点，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那个天，和你再干一杯。终究会有一天，我们都变成昨天，是你陪我走过一生一回匆匆的人间。有一天就是今天，今天就是有一天，说出一直没说对你的感谢，和你再干一杯，再干一杯永远。有一天，
的能倒退，摧毁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。也许会有一天，世界真的有终点，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，因为在看你飞，终究会有一天，我们都变成昨天，是你陪我走过一生一回匆匆的人间，有一天就是今天，今天就是有一天，说出一次没说对你的感谢，和你再干一杯，再干一杯永远，我们就能完成。等你的来到。